这个红色单杆是取力器，当工作时吊装货物时把取力器推到后侧，下车行走时把取力器推到前侧。这个黑色单杆是高低速。这六个单杆是控制支腿及后侧伸缩大架的，这个是控制右前方支腿，这个是控制左前方支腿，这个是控制左后方支腿，这个是控制右后方支腿，这个是控制伸缩的。工作的时候把它这个销子拔出来，不用的时候再插进去。这个杆是控制后边这个液压伸缩的。